要介紹的是 Stucco Italiano 的 Stars。 這款產品在批灰入面加入了銀色的雲母顆粒，做到好像閃粉的效果，是適用於室內或者室外的產品。在講解之前要提提大家，大部分原材料都是白色的，我們會按客人的要求調配出不同顏色。講回今天的主角 Stars， 它按照質感的細緻粗糙程度分為幼、中和粗身三個版本，今天會為大家示範粗身的版本。以下是施工程序，首先你用油掃掃上一陣底油，然後用批刀上一陣 Stars， 輕輕力推開薄薄一層就可以，記得要均勻做曬整個施工範圍。待乾，跟住重複啱啱嘅步驟，塗上第二陣 Stars， 待乾，用打磨機將牆身磨平，最後用布輕輕抹上保護蠟，咁樣就可以突出翻入邊嘅雲母，做出羅曼嘅星閃效果。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聯絡我哋。